6000型移动滚筒一体机，采用国标纯铜双电机驱动水泥上料的角笼，通过铲车把小石子和沙子放入等待料仓，称两斗，沙子和小石子通过精准配比以后，气动阀门打开，皮带转动，进入到搅拌大锅，配备了我们熟悉的遥控烟气筒控制系统，节省用人成本，提高搅拌机工作效率。我们只需要把出料、搅拌、振动时间调节好以后，通过遥控吸盘启动。按完启动以后，所有程序开始自动化工作，前面滚筒搅拌，后面皮带开始进料，上料完成以后皮带自动停止，当搅拌完成以后停止3秒开始出料，程序实现无人操作，可以减去固定操作工，节省用人成本。当出料完成以后，我们可以通过遥控器接着按启动，试机完成。